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护法论师玄奘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八识的具有义，那么从950页开始，这边呢就开始写出他们的看法。哦，所以呢，这个950页这边，论文五识具有所依，定有四种，为五色根、六七八识，然后951，随缺一种，必不转故，同尽分别染尽根本所依别故，所以这个是护法论师所说的这个，前五识的具有所依。一定要有这四种啊，然后呢，不可以少一种啊。然后这四种的话呢，个别是同净一、分别一、染净一、根本一，有不同的所依这样子。然后呢，952呢，他引用说圣教里面呢，唯说一无根者啊，因为呢是强调这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其他的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不需要依这五色根，只有前五识呢一定要依色根，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去强调。那第六、第七、第八这个呢就有互通的地方，所以呢就圣教论里面呢就不会特别去强调，原因是在这里哦。那另外呢，这五色根对五识而言是同尽又尽又相顺啊，所以只有写这个五色根是做具有一的原因啊。那再来953的话呢，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上次要结束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它这四个哈，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它都不是只有用具有一，而是特别强调的是具有所依，因为它一开始就跟你解释一跟所依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要解释的是这个所依。所以呢，具有一一定要把它写清楚，是具有所依。连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呢，也是这样写。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就是两种，就是第七识跟第八识，随缺一种必不转故。啊，那下面的话呢，就是说那前面的论师有说呢，第六识升起需要由前五识做具有一，他说呢，这个五识具取尽明了是没错。在明了意识这边，五具起意识这边呢，是有这一种状况，但是呢，第六意识的升起不是必然一定要靠着这个前五识，所以不定有，所以不能够定义为所依，而是可以定为一，就像953的倒数第二行，不取为所依，可以是一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他一开始为什么要先解释所依跟依不一样的道理在这里。然后翻过来954他说圣教里面论里面唯说依第七者论里面只有说呢第六识呢只有依第七，具有依就是第七，那是因为呢第七是比较特别，是染尽都要依着第七，而且第七呢也是属于转世，所以跟第六识呢是比较近比较相顺，所以特别强调的是第七识是第六识的具有所依的原因在这里。再来第七识第七意识具有所依只有一种，就是第八识，那如果没有第八识，藏识若无定不转故，那就引用的这个楞伽经来做证明，楞伽经的记诵来做证明如楞伽说如伽他说，就是楞伽经的记诵，阿赖耶为一，故有莫那转，一指心即意于转世得生所以呢第七莫那是一定要依着阿赖耶，然后呢这样的心意是其他的六转世呢就得以转生好，这是第七世，就是只有一种所具有所依，就是呢第八识。那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具有所依呢955也是只有一种，就是跟第七识那彼识若无定不转故那引证呢就下面的论说这个瑜伽师地论
啊，他这个论就就是立论，藏是恒与莫那俱是转故，又说呢藏是恒一染污，那这边呢讲的染污啊就是莫那，啊，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呢啊有所谓的有三种位次，三个位次哈，说没有莫那，那这样的话怎么会是恒转呢啊？所以呢九五六啊。这个玄奘大师这边就说啊，有些地方说到三位无莫那者呢，是一有复的莫那，并也就是染的莫那，并不是说整个没有莫那事啊，是没有这个染的莫那，有复的染的莫那啊，并不是呢没有莫那事这个体啊，就如同呢。也有讲到四位无阿赖耶啊，那也并不是呢，在那个四个位次呢，就完全没有阿赖耶识的体啊，而是呢，这个是那四个位次呢就没有那一个染的阿赖耶啊，而已经是转世成智了，应该这么说比较好说啊，所以以此类推，就是呢，三位无莫那也是呢啊，已经。可以把那个染的莫那给转掉或者是暂停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据说三位无莫那啊，所以呢并不可以说呢莫那没有恒时转啊，因为这个没有恒时转是你有讲它已经是转世成智了或是暂停的状况哦。好，那么这个九五六最后一行，虽有色界意义五根而不定有非所依色，就是前面净月师啊，净月论师特别强调第八阿赖耶是在有色界它的具有一呢也有五根啊，可是呢这个呢并不是叫做所依，一样呢是可以为一，就是九五七的第二行啊，但可为一而不能够是所依啊，所以就跟那个第六世要跟着前五世一样啊，那也不是一定都要有的啊。那至于缺哪一个呢？我们讨论到这边呢，再来解释哈。那再下来九五七的第四行这边，他要特别解释的就是净月论师的，他说呢，净月论师讲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现行识跟种子识互为作所依。现在呢，他说不可以。一样，四种不能现取自尽，所以呢，种子是对现行的阿赖耶识第八识的现行而言，也是只有一，不能够当作所依。所以讲后面这两个五根呐、啊、四种子啦、啊，都是要强调阿赖耶识的具有所依，只有一种，就是第七莫那识，既不需要把五根。讲进来也不需要把种子讲进来、哦、到这里、哦、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整个新王八世的具有所依，就这个，那至于最后九五七的最后四行这边是另外再讲到八世的心所的所依，那就照前面已经告诉你的前五世是四种，第六世呢是两种啊，然后呢第七世呢是一种，第八世是一种，那这个时候呢相应于前面的这个六七八世的心所呢，那再各加一就对了啊，所以互各加自相应之心啊，那么这个就不需要分一个一个去说了啊，然后九五八最后做结语，若作是说妙乎理教，这等于就是护法论师对具有所依在八识上头他的说法，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啊、哦。那我们上礼拜呢已经讲到九百五十页这个五识的具有所依啊、哦，那么他在最后的这个六行这边呢就开始引用的这个引证，像瑜伽师地论、对法论等啊，一定要有五根，那没问题啊，这些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然后呢倒数第五行说呢，那五识的具有所依一定要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啊，有什么依据呢？
啊，他说有啊，像《解深密经》啊，像这个《瑜伽师地论》76卷。那《解深密经》这边所引用呢，你翻一下，其实上礼拜有讲过了哈，922页。922页的倒数第三行，这边也引用过了，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通通引用这个《解深密经》，然后呢，我们上礼拜呢是特别去提到倒数第四行这边啊，这个定中闻声等，啊，等于呢，根据前面的《解深密经》跟《瑜伽师地论》76卷。五识起来的时候，前五识起来一定有一个第六意识分别意识，如前述引，就算呢有不所缘的境是不同啊，那么有还是要有第六意识才能够生出来啊，所以就举例来说定中闻声啊，所以呢这个是同源，但是的话呢，也一定是要第六意识起来，耳识、闻声的耳识啊，才跟着起作用啊。所以不见无意识时，五识独起闻故啊。所以他引用这段目的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呢，第六意识一定要给前五识做分别一啊，所以呢，等于你在定中如果听到声音，你要升起耳识，啊，那也必定呢要意识在后头，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看到这边的这一个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啊，他说呢，不是取声时即便出定，一定要耳识领受声仪，意识耳识若有希望，后方出定，所以。来说明第六识要一定要跟前五识做分别一啊，那心犹在定，必因二识，也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第六意识跟耳识，二识共取此身，方出定耳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啊来证明啊，也就是呢课本倒数第三行讲的，不见无意识时，五识可以读起闻故。就是用的是耳识，做例子，你在定中还必须是第六意识做分别一啊，然后呢，二识共取此身才出定，那个耳识啊才会起作用，这样子哈，才你很清楚听到声音了，这样子哈，然后呢，后面再引用世亲的《四大声论释》第4卷，五识以意为一，意散乱时。五不生故，啊，这个五就是前面讲那个五识，那是什么意思？意散乱的时候五不生呢？就是那个如果意没有跟着前五识一起来，一起起作用，那个前五识不能够有分别了知的事，啊，你可以这样子去解释。所以《摄大圣论释》的本文是这样。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更能受者，诸根所行名为境界。如是境界，意各能受，悉能分别一一法故。所以五根所缘的那个境界，五尘的境界，然后意也能够呢受，然后能分别啊，然后一一各能领受故，各个能受。意为比一者，是比诸根能生因故，以意散乱，比不生故。哦，我内心在看这段的时候，觉得一奇怪，为什么意散乱就一定前五识不能生呢？嗯，是啊，哦，所以你看啊，唯识法相学那个是太虚大师，我后来呢再去找太虚大师的这个注解啊，他就是以这个啊，以这两句话来说，为五识呢其性钝，没有明了用，也
也就是它 只有了别，但是你要分别了之啊，也就是你要看到那是什么颜色，听到那是什么声音。五识只能够任运缘尽，不起分别了之。你要分别了之，一定要第六意识跟着起来。所以你的第六意识如果没有照规矩的跟前面一起起作用，这样叫做意善乱识。你不跟着那个意识，你不去跟着耳识一起起来，耳识不能够升起这种明了的分别作用，这样叫做呢五不生。否则前五识是任运缘尽，它就可以生识啊，只要有这个缘呐、啊。可问题不要忘记哦，前面的五个一定要有分别依哦，它的耳是九缘生，鼻是舌是什么八啊七啊，这个都一定要有分别依的第六识哦。哦，所以他这边特别去引用这个，就是要去证明说前五识要明了的，能够升起那种了别啊，一定要跟着第六识跟在后面哦。所以他用的词呢，我们比较能够一下子明白，其性顿无明了用，它是可以圆尽，它可以圆尽，但是呢不能够分别了之。你要分别了之，分明了之，你一定要跟着第六识一起起来。所以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三行九五零的倒数第三行才会写到啊，不见无意识时，五识独起闻故。所以还特别引用世亲的色大乘论释的这段话，一闪乱时，五识就不生。哦，所以根据这一段最后一行才写到，很清楚的知道前五识要有明了分别了之，一定要有分别依的第六识，证明这件事情。然后下面再证明为什么一定也要有第七染净依，第七识的染净依。哦，如无性色论第一正有第七中言，为若不说有染污意，意不服顺等，此中一言犹有第七染故，思等有漏善法，不成无漏，唯彼染事之所漏故。就等于你还有第七有漏的第七事在，全部呢你所修的这些善法都通变成是有漏，不成无漏。如果你不说有那种染污的第七事在里头，于一切时亦不服顺，这个就是无性论释的，是大乘论释的第一卷里面是这样写的。你看，为若不说有染污意，于一切时亦不服顺，斯等善位亦有我执常所随足。因为你在修善布施持戒忍辱啊这种善法的时候，还是有那种第七识的我执常所随足啊，这个就是白话讲，就是有我能修行布施等，非离无明我足随足，没有离开第七识。所以这时候修布施持戒通通变成是有漏的，就是他的第二行要讲的啊。哦，乃至后面如是染污意是事之所依，此未灭事故，终不得解脱。你这个第七识没有转世成智，没有把它的系缚灭掉的话，终不得解脱。这个是他的第三行所要讲的。哦，那意思就是说，在有漏位当中，有漏的凡夫当中，就算你在修善法，你的前五识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等等，你是都让你升起来是善心所，就算是这样
透过前五识起作用是善心所，你还是呢？我们呢？不是你了，对不起，我也还是了哈。啊，我们都还是呢，被我执的第七识常所随主。所以用这样来证明，前五识起作用在有漏的凡夫位上面，一定都有第七识。乃至呢，窥基大啊，不，窥对窥基大师，窥基大师马上又接着就引用世亲的色大圣论里面啊，前面都是无性的，现在用世亲的说，非是一生一其身中离此我执，印证道理。意思就是说，一生就凡夫啊，凡夫的一生，如果你没有修行，凡夫的一生当中，不可能离开我执。如果离开，啊，非是，就非是一生离开我执，是印证道理。所以从正面来说，凡夫一生一生都没有离开我执，这个才合乎道理。否则他不会叫做一生凡夫。啊，所以世亲的这一段呢，其实中间有一句话，他把它省略掉，窥基大师把它省略掉，因为不是他要强调的。但是呢，人家世亲本来也要讲说，无想生中，亦因无我执。如果染污意在无想当中，就没有那个我执的话，哦，那他还是凡夫啊。就算你修到无想定，你还是凡夫啊。所以他才下结语：非一生者于相续中暂离我执，印证道理。你不可能在无想定、无想天当中，你就可以暂时没离开我执，不可能的事。哦，他本来的意思是要这样，就算你修到了无想定、无想天，啊，你是凡夫，还是不可能离开我执。啊，哦，那现在窥基大师把它省略了，啊，总之呢，就是他要强调，就是在凡夫一生，啊，一生凡夫，第七是跑不掉的。哦，所以第四行最后两句就要下结语：五识成有漏中，其第七识乃至彼未究竟灭。第七识没究竟灭，终不成无漏。那这个是如后卷说啊，哦，那后面再去说它。然后好，那么这是一定有第七识做所依。那再来有第八识做所依。五识有漏，何以得知意义第八呢？世亲社论第一。五同法中，彼五世身有五根阿赖耶识为具有一，此亦如是，有染污意阿赖耶识为具有一。哦，所以等于用这段来证明，哦，前五世啊有五根，有阿赖耶识啊，有染污意啊，第七世啊，这很多啊。那五同法为什么叫做五同法啊？实际上他这一段呢，他说世亲论师的第社论第一五同法嘛，啊，所以要把前后文拉出来看。五同法者，第六意识与五世身有相似法。所以前五世有五根，跟阿赖耶识为具有一，所以这边应该是顿号，就如同课本的此亦如是。原来这个此亦如是指的就是第六意识。前五识有五色根，第六意识也要有根。这边的此亦如是讲的是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也跟前五识一样要有根。那它的根就是染污意的第七识，所以这边也要顿号啊。因为我都直接 copy 的啊，所以呢就没有注意这个。现在一读一解释，知道这边要跟课本一样要顿号。哦，所以课本这边呢，前面五根下面有顿号，下面那个有染污意阿赖耶识中间，就因为没有懂，所以就不知道也要顿号，因为就以此类推，前五识有五色跟阿赖耶识两者为具有一，所以第六意识也跟一样类似，要有第七识、第六识的根啊，哦，跟阿赖耶识为具有一。所以此五同法离染无异，决定无有，此则显无自信的过失啊。所以这个是
这一段的意思啊。那么意蕴社论第一乃是不能反隐啊，彼论以五事为同法律来说明第六事有具有义、哦、我们刚刚已经解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哦、那么其中里面呢就是刚刚说的啊，那个社论里面也讲五事既有五根基，第八为具有义，第六事也是应该一样以染污义跟阿赖耶为具有义啊、哦，是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啊、哦。可是呢下面呢又引用无性五同法云，阿那耶识虽是意识具身所依，然不因立为此别依，是共依故，因缘性故。啊、哦，那么他的本来文字完全没有差很多，啊，的确是像这样写的，是意识的具身所依，然不因立为此别依，也就是说第八识不是第六识的别依，因为第八识是同前五识一样，也是给第六意识共依，而且它还是因缘依因缘性，哦，所以这边呢，窥基大师引用这一段，只要去证明，并不是要证明跟第六意识的什么关系了，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呢？阿赖耶识的现行是前五识的共依。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前五识的因缘依，根据这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来证明前五识也要有一个具有所依，就是阿赖耶识的现行识、哦、前五识的种子依因缘性因缘依是阿赖耶识没错，但是阿赖耶识同时也是前五识的具有义啊、哦，所以叫做共义，这样子啊。那么这个下面又继续引用《瑜伽师地论》跟《显扬》啊，也说呢，由有阿赖耶识故，直受色根五种四身依之而转，来证明呢阿赖耶识也是前五识的具有所依啊、哦。所以处处只是要证明这个观点，但是呢，所引用的里面呢，常常就会又跑出其他的东西出来。哦、但是呢他所引用的重点要不要忘记、哦、那因此他所引用的瑜伽师地论跟显扬身教论啊，就是在五十一卷啊，由阿赖耶识直持色根啊，直受色根啊，直受色根五种四身依识而转，非无直受，甚至呢接着下来又讲了，有阿赖耶识故得有莫那啊，由此莫那为意识故，意识得转啊，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一直延等五识一直延等五根五事生转，非无五根意识也一样，要有第七莫那作为一根啊，所以非无一根，这个是瑜伽师地论这一段，还有下文是这个，但是窥基大师只是要引用前面而已，然后那显扬圣教论啊，所依止因者为由阿赖耶识所执色根为依止故，五事生转非无执受啊，一样引到这里，但是显扬圣教论下面也有一段跟瑜伽师地论一样啊，啊，又有指示故有一根，有指一根为一指故，一识得生。譬如一指眼等五根啊，五识生转，非无五根，意识也一样，非无一根，要用第七识作为一根，这样子。干脆先引用，因为后面他还要再引用一次，啊，全部通通先在这边先看了，所以这边也证明了。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一定有第七识。啊、哦，这两个瑜伽师地论跟显扬身教同时来证明这件事情。好，那么倒数第五行啊，课本这边写到，显扬第一又解阿赖耶识云，与转世等作所依因，在解释阿赖耶识的时候，在显扬身教论的第一卷，在解释阿赖耶识的时候啊，也讲到。他给其他等于第八阿赖耶识给其他的七转世等啊，就是转世等就有七转世嘛，做所依因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一段呢，出处在哪里？就是在这边哈、哦。又能直持了别外气世界与不苦不乐受等相应，依复无复无记与转世等做所依因，与染尽转世受等俱转。能增长由染转世等为业，
即能损减清净转世等为业。啊，其实它上下文还蛮多东西的，啊，但是呢，慧济大师呢，就是只用重点，就是这句话，给转世做所依因。在解释阿赖耶识的时候，既然这样的话，那代表前五世这样的前五转世，也一定要有第八阿赖耶识作为所依，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九五一的倒数第五行，除了这个是给前五世做所依因所依之外，也证明要给第六世跟第七世做所依，啊啊，但就不多说了，下面一一引此等非一啊，最主要引用这些就是要证明五世前五世都会以第八阿赖耶识为共所依啊，所以前五世的所依啊，具有所依，就是一定要有第八，要有第七，要有第六，然后呢，眼识要有眼根，耳识要有耳根，这样子的五色根作为所依啊。那么九五一的最后两行，这四种里面谁缺一种，前五世必不转故。所以这四种分别各是呢是同净一，对于前五世而言，五色根是同净一。然后第六世是分别一，第七世是染净一，第八世是根本一，所一有这样的差别，啊、哦，所以他下面先问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一定要具有四根呢？啊、哦，所以九五二的翻过来就是说，妄比五世并有力故，具前四义故，啊、哦，这四个对生出前五世而言都是必要的条件。谁缺一种，五世必不转故。啊，那这四个什么差别？五根给前五世做同净一，共取现净故。啊，那愚者不定，独得此名。啊，也就是说，眼根跟眼识一定是取同一个所缘净，一定一样，而且是现净哈。那么第六意识给前五世作为分别一，啊。然后呢，下面一段第七给前五世做染净一，最后倒数第四行第八世给前五世做根本一，所以分段呢就分这样四段啊、哦，很清楚的。好，那第六意识给前五世做分别一啊，因为与一同源分别尽故啊，等于呢五聚起意识的第六世跟前五世呢一定是呢同源，而且要有第六世前五世才会有分明的很清楚的了别作用，所以叫做分别尽故啊，与所依同源，然后才能够分别同源尽分别尽。所以下面他就补充说明，前五世虽无分别，它只有了别，没有分别。啊、哦，这个就是佛法名词常常都在这里做文章，了别就是呢，任意的有那种作用，分别呢就有另外那个比较多一点的意思，作意上去之类的东西。所以他这边强调，没有分别，啊，第六才有分别。第六意识才有分别，所以有分别的第六作为无分别的前五的所依为分别一所依，如同瑜伽师地论五十五卷里面讲的有分别心无分别心当言同源现在尽，这个呢在前面九百二十二页那时候就引用过了，九二二的最后一行，你看到九二三，哦，这里面有分别的第六意识，无分别的前五识，啊，同源现在尽。为什么？他下面自己回答：由三因故，一未即明了。如果没有第六意识跟着前五识一起同源一个尽，若不同源亦不明故，第六意识
也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我在看什么听什么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就即明了了。第二，与彼作义，本意原此，故须同源，若彼不与此同源，彼就是那个第六意识啊、哦，所以呢，第六意识不跟前五识一起同源一个境，因非作义，作义不来啊、哦，所以一定是同源一个境，第六意识才能够作义。再来，二一之阳啊，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边呢，特别去解释的就是这个啊，阳五是导令生故啊，甚至呢，定中闻外生等亦不得缘而不闻生啊，必有意识与彼同源。啊、哦，其实那边就已经特别强调过了，那定中为什么可以闻外生？只是那边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引那一些资料给各位看。哦，好，所以回到九五二这边，他又写到这个了。九五二的第五行，乃是由三因故等，啊、哦，这都是前面引用过的。所以意蕴这边的话呢，就再给他重点式的再讲一次。啊、哦，他说第一个即明了取，加一个取字，啊、哦，即五意二识，前五识跟第六意识这两个，为什么写二识？也就是说呢，眼识加第六意识，耳识加第六意识，一个一个讲，所以只要二识，啊、哦，互为明了因。这样的话呢，我们了解前面的，再看这一段就哎，觉得哎很清楚，等于前五是需要第六意识一起配合，你的眼识才特别有分别了知的作用，第六意识也需要前五识的配合，他才能够知道我要分别的是什么，啊，我要看什么，我要听什么，看到了了别，但不能分别，例如。请你告诉我，你眼睛看，然后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白？你看，你要用第六意识，你才能够分了别啊。所以这个白跟这个白有什么不一样？也是不一样啊。所以一定要有第六意识在后头，你的眼识才能够很清楚的做分别。如果你没有第六意识，就是连白的说不出来。是这个作意的心所，我引心去境，难道五识没有作意吗？前五眼识没有作意吗？作意心所，处作意受想思是五片行。说他五片行是片行在哪里？对啊，所以你不能够说他前五识没有作意哦，但是有作意就有分别的作用吗？他只是趋近啊，取近啊，他有分别的作用吗？那取近很严重。好啦，你说很严重也对啦，你就开始了，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要去讲开导一的时候，会把那个心的顺序那种作用哦，再分成五个阶段，啊，率耳，然后决定，啊，寻求，对啊，率耳寻求决定，然后才有染尽，然后才有等流，哦，所以。通常前五识基本上就是只有率耳，他就是率耳，哦，一直看，但是他不分别啊。啊？是啊，哦，
好，那么继续看完它。第二个呢，意蕴这边讲到，于彼作意故，即意于五尽细心缘也。啊，也就是说呢，第六意识会把这一个前五识呢，就把那个前五识就抓住放在那里，啊，然后呢，一之养故，由意引发五识生故，啊，那个二一的话呢，我都忘记了啊，再往前看，你去看那个922的那个注解就知道了啦。我看一下，应该很快，我只要用这样子，它就马上就出来。哦，没有，它应该是要923了。我看923，对，923，在这里。它那个二一，你看，养五事导令生，一根之所滋养，啊，意识可滋养前五事，导彼令生。哦，等等的这样子，哦，我看是不是这样？对，二一，一字根及眼根，啊，因二一之养故，眼是有四一根，意是有五一根，啊，等等，啊，所以呢，意是一字根及眼根，二一之养方能圆现在，啊，所以它的二一之养就是一字根，第六意识啊，啊。跟眼根，如果配合眼识来说，要有二一之养，方能圆现在。若唯一一个之一，即圆尽不明了。所以，如果只有自己的根，它就圆尽不明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二一之养。好，回到952页。那么，虽有不同缘，等于这个第六行写到。虽有不同缘，如定中闻声者，从多分及常识为论，故言分别一。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呢，意第六意识跟前五识会有不同缘的情况，如定中闻声。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第六意识不竟然会跟着。耳识一起起来，不同缘，啊，这种是另外别论，所以他才会说这种情况不去讲它，我们讲他说第六意识一定是前五识的分别意识，从多分跟常识，这样，课本的这一行的意思，窥基大师的意思是这样，那意蕴这边的话呢，就特别再说明一下，啊，他说。你这边提到有不同缘，如定中闻声等，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前解同进定中同缘，今何不许？又要起希望方始出定，若意不同闻，何得希望呢？哦，他就回答：不障定中许得同缘，然非决定。就如同我回答你的，没有到。后面的经过率耳寻求到决定，哦，所以才刚开始的时候，等于他课本所举的例子就是刚开始率耳的时候，这时候呢，耳是有听到声音，第六意是因为在定中，还没有跟上去，还没有到决定，所以他这边回答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到决定的话，那就是呢，第六意识跟耳识是决定同源一尽了，啊，哦，所以率耳的时候不必同源，啊，故于杰说，又一刹那五识生矣，从此无间必意识生，可见先生五识，接下来无间再生第六意识。他引用一些事论来证明这件事，可见第一念率耳心的时候，五识升起来，第六意识不是跟着马上同时起来，但是可以说是无间，啊，从此无间必意识生。问：既不同源，便非决定。那么第六意识那不是五一啊？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不同源了，啊，那不是决定了，啊。那第六意识怎么可以当作是前五识的分别意呢？
答：此曰五事，决定以六为分别一，若缺此一，不明了故。非要同缘尽才叫做决定，等于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前五事一定要用第六意识做分别一啊、哦，但是呢，缺此一，缺第六意识当成是分别一的话，就不明了。现在要讲的是明了，明了的前五事啊。哦，不要用那个后面那个率尔寻求决定下去分这个，所以课本这边才会写从多分及常识为论啊、哦，所以一样啊。你看哦，第七与五虽不同源也叫决定啊，等于前五事要起来也要有第七事啊。这时候他第七也不竟然跟前五是同源的，所以你不能够用同源不同源才叫做决定哦。这边的决定不是用要同源尽才叫做决定哦，他就举例来说，第七也是要给前五是作为具有所依哦，但不同源呢、哦、也可以叫做决定呢、啊。所以此五是四种所依，各有决定有尽为主等意。哦，他这样子去解释啊，就如同书要说，如尔是等率尔心时，定有意是否，书要里面也问了这个话，尔是等率尔心时，定有意是否。我是后来看到开导义，我才知道这边要特别把它标明起来，之前我还没有还不是很确定这边是一个专有名词的率尔心啊、哦。第一念的时候一定有第六意识吗？答：虽不同源必须有意识，还是有。那你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一些论说从此无间必意识生啊？这个唯除五位这个不必再讨论了，我们五位无心位嘛、哦啊、因此他接着问，那一些论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无事生已必从此无间必意识生。答：五事生时虽有意识，未缘此境，没有同缘境，一刹那已方于此境而起寻求，故言无间。所以率尔寻求到了这个此境，起寻求同缘此境。刚开始的时候虽有意识，未缘此境，非五俱时无意识也、哦、然后呢极量论说，五事俱时必有意识，即此意识能以第二寻求意识生。窥基大师这样去解释、哦、这是书要里面啊，他说：“哎，在这里啊，书要中说这样子。”哦，分得太细了，哦，太不明微细啊，太微细，太微细了。哦，就是因为他在分成率尔、寻求、决定，等于这三心，主要是这三心，基本上连那个沈律师。决定师吗？第二个是决定师，哦，沈律师决定是动发圣师嘛，哦，所以这个动发圣师那个都后面的事情了。决定师这边哦，都比这三心，这个率尔寻求决定还来得粗呢，因为他决定以后，他就等于是。有异业咯，有异业咯，他要解释那个三业嘛，对，所以那个染尽第四心染尽，他其实已经起来了，是啊，就是这样麻烦了、啊、这个常常天台偶尔也会这样，
为是更常常这样啊，用的名词一样，但是在解释方面都不一样，用在不同的地方就不一样的意思。哦，好，接下来第七行，啊，此句散位，非为定心，啊，所以不要用那个定中的状况去讲。现在讲说呢，第六意识给前五识做分别意呢，啊，除了前面多分及常识为论，我们还是用散位去解释这个。哦，这是前一段。另外一段呢，分别也可以是呢，啊，是后得自中原是之事，也叫分别，而不是那种散乱心负面的分别。哦，这个是比较正面的啊，有正能量的，啊，他们现在习惯用正能量。哦，也就是后得自中原是之智，一名分别是彼类故啊。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一个分别呢啊，无不骗失啊。这个呢，哇，找半天，你可以去，如果你有档案或是你有带书来，在后面1425页。1425页，啊，你自己登记下来哈，或者是呢，就直接看《瑜伽师地论略转》这边的解释，啊，等于这个地方呢也套用到两个名词，啊，无分别智如所有性，如所有性是原理之智，如尽道理称实性而观，在解释这种如所有性的无分别智。是原那个真如法性，或者是法性原理之智，啊，在境上头能够称实性而观，如所有性。那境所有性就是后得智，所以根本智是无分别智。后得智的话是境所有性，原是为境，境境界性而能观之，所以才课本才会写无不骗失，啊。等于骗一切法，他都能够呢善分别。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善分别，因为他已经先有如所有性的无分别智，他能够观察到事相后面那个理，所以原是为尽，尽境界性，所以才叫做尽所有性。所以这两种大的分别，一个理，一个事。如所有性无分别智是原理之智，啊，尽所有性的后得智是这个原是为尽，这就是如龙他写的，后得智中原是之智也叫做分别，通通观一切，哎，一切，但是必须是你先有这一种如所有性的称实性而观。所以在一切的境界里面都能够尽境界性能观，都能够观察到那个它的实性，相应的来观，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定中之心亦名分别，这种情况之下啊，也叫分别啊。那么故第六识唯得此名啊，所以后面这段其实多的了。窥基大师呢，为了要让大家呢，再借这个机会呢，不要看到分别就觉得是不好的，哦，只是多一点说明这样子，要不然根本没有必要多这一段哦。好，那么第七给第六识，以前给前五识做染净衣，为什么呢？五识由此根本染就成有漏，五识如果有这样子的。根本净等于第七识是染，前五识就染；第七识是净，前五识就净，成无漏。啊，全程净以不漏五识名根本净。什么叫做不漏五识？不使前五识变成有漏。啊，等于这个是变成是一种动词。啊，不让前五识变成有漏，叫做不漏五识。啊，那么。因中第六起善心时，不漏五识，但由七故，一切实漏。就算第六识
起善心，也让前五识跟着你第六意识变成是善，不漏五识，但是因为你第七识还是有漏的，所以一切识都还是漏。那意蕴的话呢，的解释是这样：因中五识若起善识，必是善的第六俱舍而起。它反而反过来，啊，因中五识起善，一定是善的第六识跟着善的五识一起起来。善第六既不能漏彼五识，故由第七。所以等于变成呢，第六识呢改变不了前五识，啊，因为由第七，啊，他是这样去讲。乃至你地基是有漏，课本最后那两句写的意识善心，你的第六意识是善，但是第七识还是有漏，那第六的善心还是有漏，哦，所以与此相顺，于尽别故，无事与根，有漏无漏，定相顺也，哦，所以等于根本染前五识就染，根本净，前五识就净，第六往往做不了主，第六只是分别，使前五识有明了分别，这样子。好，倒数第四行第八识呢，啊，跟前五识一样，就是前根本一，那这个没问题，如前所说了，这都大家都承认没问题，啊，以上这个是前五识的四个所依啊，这样的差别。啊，那圣教为什么只有说五根呢？后面三个不说呢？因为五根啊，对于前五识而言，这是特别的，啊，比较特别的啊。那么因此呢，他说，可是呢，你看哦，《对法论》的第一卷有讲，眼识者一眼缘色四色了别，乃至广说。啊，这是圣教里面讲的，啊。特别讲这个，啊，那么这个他下面就写到五根，为什么用若耳然后问号？我看看，哦，为什么圣教论圣教的那些对法论里面只有讲一五根？你看《阿毗达摩杂集论》也是这样写，眼识一眼根。然后缘色四色了别，哦，实际上这边，哦，如果 要吹毛求疵，它的标点符号那个一根下面最好是逗点了，因为一根是所依的，是根，缘色四色是所缘境，所依根所缘境为什么要用顿号呢？哦，所以如果要吹毛求疵，眼识者一根逗点，所缘是色四色，而起了别作用，这样子，哦哦，所以呢，他用这个呢来类似提一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圣教为说一五根者？照说应该是。标点符号也要这样子，然后回答，因为不共故，又必同进进相顺故，所以那个若最后一行若耳就等于在替那个论文圣教为什么只说一五根，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改，因为这边如果要改，这边要把那个圣教为说下面那个冒号拿掉的话，下面九五四页的第一行，圣教为说依第七者，一样那个冒号也要拿掉。这个才是他真正，我觉得这个才是他真正论的意思啊。懂吗？要问一个问题，你说依四个，缺一个都不行，可是为什么圣教为说依五根者？理由何在？甚至那个依五根者还要打个问号。然后才回答，以不共故，又必同进
尽相顺故，所以特别圣教论里面才只有讲到五根。那以此类推啊，九五四的第一行也是啊，为什么圣教为说一第七者，也是问号，然后就回答啊，第七世是一切染尽的所依，然后呢跟第六世同样都是转世。这个才是窥基大师他的意思啊，哦，否则你九五二最后一行你怎么讲呢？他怎么会突然若尔何故什么什么乃至广说问号呢？这可见他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说四个都一定要有，前五世起来四个都要有，那为什么圣教为说一五根呢？哦，答案就是呢，哎，因为不共啊。那么九五三的第一行说呢，不共的意思就是于事不一啊，啊，剩下的六七八不需要一五根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然后再来五根又与五事一定要同所缘尽一样啊，同尽啊，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呢相近啊，其他的所依呢是比较远啊，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相顺啊，其他的境界呢就不相顺啊，啊，这是第四个。所以不说于之三一的原因在这里，圣教论里面不说其他三一的原因在这里，只有唯说呢一五根是这样。所以我在想，如果后人要改，一定了解的时候一定会照我刚刚讲的这样把它改掉，改标点符号了，因为古代没有这种新式标点啊，哦，那是我们硬给它加上去的啊。我认为都不要有了。圣教为说一五根者，下面要不要问号可以不必了，哦，你可以是逗点，但是中间不能隔开了啊，逗点问号都可以。圣教为说一五根者，这样，哦哦哦，你是说说明理由，哦哦哦 ，OK， 哎，圣教为说一五根者冒号，哦，也可以。嗯，其他人都是用逗号的，对，逗号比较简单了，所以干脆就是把冒号拿掉就好了啦。嗯，好，那么接下来呢，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就是两种，第七识跟第八识，随缘一种，必不转故啊。那么这个这是第二段啊，第六是为二所依，引证如前，其文可解，余解五十一，显扬十七等啊，通通前面都引过了啊。因为有阿赖耶识故，有莫那，有莫那就意识得转，所以可见呢，第六意识一定要先有阿赖耶，再来有第七莫那，然后呢，第六意识才转得起来啊。那如同前面的四大圣论讲那个共一啊，就是有要第八就对了哈。那么下面写到五世，前面那个安慧还是谁？应该是安慧吧？安慧啊，对对对，九三六啊，九三六这边，九三六这边呢就强调呢，第六世呢要有一个具有依，就是前五世啊，所以九五三这边的话呢，就说啊，不是啊，不一定啊。五句起意识的时候呢是需要前五识，但是呢独头意识的话呢就不一定要有了啊，不需要有前五识也可以有独头意识啊啊。所以九五三最后四行这边假设一个问答啊，问五句必有意，所以呢前五识以意为一，意了五不五，那是不是前五识也应该为意所一呢啊？也就是前五识可以当成是第六意识的具有一呢啊，为是此难，为了解释这个问难，所以五四句意识明了，但不一定意识一定要有它才有第六意识，没有五四的时候也可以有第六意识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说前五四是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但是可以是一啦啊。总之呢某些情况之下可以是需要前五识，
但是独头意识就不需要，所以不符合所依的四个条件，完全具足这样子。好，那圣教为什么为说第七世呢？啊，所以一样，九五四的第一行也是把那个冒号 拿掉。圣教为说一第七者，啊，那么染净依故，同转四色，净相顺故，就类似前面的这个前五世一样了。后，那何故于处啊？九五四的第二行写道，啊，于处如对法第二等。有讲到意一有二，第一无间灭意是后世一，第二具有一为第七，没有讲第八，单独只讲第七啊。你说第六意是一定有两个具有所依，是第七跟第八，为什么人家像对法论的第二讲啊，意一有二，一个是无间灭意，一个是具有一是第七，没讲到第八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有第八呢？哦，好，所以对法第二杂集论第二卷它的出处啊不是很明显啊，所以呢这李润生教授呢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啊，干脆我们先看他的白话啊，先把白话意思这一段意思看清楚之后再来看他让我们去看的啊。解读呢说数据里面讲或有外问，护法论是讲第六意识一定要有第七跟第八为具有所依，然则何故于余处像阿毗昙摩杂集论啊，就是对法论啊，这个是应该他有刮胡了，我把刮胡拿掉，所以就会让人家误会哈，应该就是阿毗昙摩杂集论而已了哈，就是对法论嘛哈。然后意识的所依有两方面，等于第六识的所依两方面，第一无间灭一根，指的是呢，下一刹那，后世就是下一刹那，意识升起的所依。那因此呢，在这边来说，这个其实是开导一，是开导一，哦，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哦。那么第二个是具有一，只有讲第七莫那识为染净一。对法论杂集论里面不讲有第八阿赖耶是作为所依啊，其理何在哦，所以呢论主就回答下面就是课本九五四页的第四行，理由有四啊，因为呢第七莫那识是染净一，原因就跟前五识一样啊，如果呢是第七染，那就是第六也是染，第七净那第六也是净，这样子啊，哦。再来，意识跟莫那识同样都属于转世。第三个，第六跟第七彼此比较近，没有办法呢啊，可以间隔啊。再来，第四个，彼此所具的功能特性相顺，以多引发意识其染污值等，都由第七识，这样叫做相顺。而且再来。彼此都能够起嫉妒，第六有嫉妒的功能，第七也有嫉妒的功能，不同呢第八阿赖耶识为是一类相续，具所藏意，不具嫉妒意，就跟第八识就比较远了啊，性质比较没有那么一样，但是呢第七识跟第六识呢就靠得比较近，性质也比较一样，这样。所以书圣教中明第六意识的所依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就不讲有第八阿赖耶识，只讲第七识而已啊，他的文是这个意思，等于我已经把九五四页的这个第四行第五行第六行啊通通交代完了，用李润生的白话都交代完了啊，所以只有他所引用的这一段杂集论的原文再看回来啊，杂集论在第二卷里面呢有两段，第一个义者一切时缘阿赖耶识思度为性，讲的是第七识啊，然后呢这个第六识呢是以无间灭识为义，当知此中有所缘故，是义故相应故生起时故显了于义，所以这个
无间灭世当成是他的第六世的一根，这个呢是有所缘思义相应升起前了于义，其实不是很好懂哎。但是如果说哎，这个就是前面做开导义，前面的那一念灭掉的第六意识作为后念的啊这种开导义啊，这还好像比较好懂啊。他的本文他叫我们来看这边啊，因为他也讲的是无间灭义后世义啊，这边就是有无间灭义，只不过呢这个杂集论这边呢啊，那么他另外有写到圣道现前无染无异也啊，因为呢圣意志与我见现行即相为故，当你有了这种圣意志来对抗那个我执我见即相为哦，所以这样叫做圣道现前无染无异。可是如果你不在圣道里面，出圣道后从阿赖耶识互更现起啊，你如果你在修定修慧的观察当中 OK 的，但是如果你暂停了要又恢复凡夫的状况，有学位未永断故哦，那个你的染污意呢又会再出现，因为你那个第七摩那不是完全断尽暂停而已啊，所以有学位未永断故，又灭尽定妄无想定极极尽故，此染污意也只是不得现行。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染污意不得现行，然后呢他再跳回去解释前面的无间灭意者，为什么要引用中间这一段，我本来想要把它删掉，我想看一看也好，因为他真的要引用的就是这一段无间灭意者，也就是呢刚刚说的这个啊，以无间灭意灭世为义，他说无间灭意者由随觉故，无间觉意是意义，当知此中随显相说，有个看不真正他要解释的时候我对这个没晓个看不啊，所以随觉故无间灭，等于前一念灭下一念生了起来，没有写呢，没有啊，没有，他只是告诉你，他只是告诉你以无间灭世为义，等于他的根。所以如果我们照前面讲的开导一，我们现在用讲一，那前面不要忘记他有叫做开导根，所以等于下一念的第六意识要升起来，要以前一念灭了作为下一念的开导根，所以才会特别去写到啊，随觉故，等于前念灭下一念跟着升起来，所以无间觉意等于那个灭，它灭就是你这边灭，那边下一念马上跟着升起来，马上觉，无间觉意就是它的当，可以当成是一根的意思，是随显相说，我就不知道它的显相的意思了。几秒，如为没有间断了，没错啊，哎，所以这个就是他只是在叙述那个过程嘛。通常我们只是看文字去了解那个意思了，你真的要在定中去观察，等一层比一层深了，一层比一层细。就好像我们初开始了解那个《楞严经》里面那个解六劫啊，我们也觉得哎呦好像就明白了，后来套上去之后，第六劫解开竟然就已经到别教出地去了，
可见呢，有时候在说明那些过程的时候，只是文字上面、逻辑上面让你清楚，啊，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哎、啊，所以那个人王经才会说啊，什么什么一刹那有几百生灭、九百生灭那一些。好，回来。好，以上呢，这个就是呢，第六世呢，要有两个具有所依，第七世跟第八世。那他的说明呢，等于从九五三到九五四，只是要告诉你说，其他的说法，前五世不够资格当成是第六世的具有所依，然后九五四这边的话呢，是说这个圣教论里面只有讲第七世，因为它比较明显，比较相近，啊，并不是说就没有第八世，是他的意思是这样而已。好，那再来讲第七世的具有所依，只有一种，就是第八世。啊，如果没有第八世，那第七世一定不会升起来，定不转故。啊，那么这是第三段。此一第八等于第七世的具有所依，就是第八。如六十三卷《瑜伽师地论》六十三卷说：“第七为意识，正与此同。”啊，这段呢，我们看他所引用《瑜伽师地论》的本文，哦，他省到有够省的啦。本文是说：“云何名为圣意道理？建立差别，为略有二世，一者阿赖耶识，二者转世。”阿赖耶识跟转世的关系呢，阿赖耶识被转世所依，转世是能依，那转世有七转世啊，所谓眼识乃至意识啊，所以譬如水浪依止瀑流，或如影像依止明镜，等于都是有能依跟所依的关系。这样叫做依圣意道理建立所依跟能依的差别。所以等于这一段就是他慧寂大师的意思，第七世是能依，他是七转世之一嘛，然后阿赖耶识就是他的所依。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这两个字意识是用红色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慧寂大师的意思，第七就是七转世里面的哪字意识的那两个字，你看省到多省哦，所以我因为了解了之后，故意把这里用红色的字标出来，就是窥寂大师的意思，也就是他为什么要用上下引号的意思。哦，所以如果没有所依的话，就好像依着水而有波浪、水浪，这样比较好懂。没有水哪来的所谓的水浪？所依的就是第八世，能依的就是七转世，所以没有所依的第八阿赖耶识的水，那也就没有水浪的前七转世。课本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瑜伽论说啊，有本事故有莫那等啊，这是跟前面九三七啊，你看一下九三七那个地方很早就引用过了，九百三十七页的第二行。彼言是言有二转世，藏世转世，这个就是刚刚的六十三卷呢，啊，哦，乃是第八行，啊，第八行那个是另外一个地方有藏世故有莫那等，啊，哦，所以在九三七那边就早就看过了，所以九五四这边呢，倒数第五行这边又再用一次，啊，哦。那无性就是无性论师，啊，言无性论师呢，就是那个色大乘论师嘛，吼，说呢本事是共一，所以呢第七世一定有一个所依，就是第八世，啊，那下面引证呢是引证呢《入楞伽经》卷九第九卷，啊，卷九，所以你看那个九五五页第一行写到《楞伽经》，其实应该是。入楞伽经呐，啊，然后呢，总品就在第十八品，啊，那是第九卷第十八品里面的偈颂，
啊，实际上里面的寄送你看到哦，955的第一行写到救济云，就是本来人家的寄送是这样翻译的，一子阿离耶能转生异世，一子一心意能生于转世，哦，可是呢就心意呢就译成954的最后一行，的确这样也好懂，阿赖耶是当成所依，所以依着阿赖耶而有莫那的转世，然后一子心即意，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于转世得生，前六世就跟着生起来。哦，的确呢，翻成这样的话，很快就能懂。否则那个入楞伽经那个旧的寄诵的话呢，最难懂的是那个一子一心意，翻成这样好怪啊！什么叫一子一心意？我有时候在想会不会翻错了，真的是不敢讲。哦，但是呢，翻成这个九五四最后一行这边就好懂了。哦，然后呢，第二行啊，955的第二行呢，啊，他说这个就跟我们新翻的不太一样，于稍于此别，准此。前一足为好证，经文可解。哎，这句话又不好懂，请看书一眼这边帮我们解释。准此前一是为好证者，准此经文，啊，根据这样的记诵啊，义德呢，第八阿赖耶是也可以当作前五的所依，第六的所依为好证，不但此等七也，不是给第七做所依了，啊。所以呢，解读呢就把它写成这样，不特证明第八阿赖耶识是第七莫那识的具有所依，义德与前五识跟第六识具有所依，而足为良好的证明。啊，所以他说经文啊，这个九五识的最后一行那个寄送呢很好解，所以呢，窥基大师认为我不需要重新写了，不，经文可解啊，理论生加上说不必重书。没个先注盖了，你看得知啊，哦，好，那么这是第七世的具有所依，是第八世，那第八世阿赖耶识的具有所依呢，第七世，啊，哦，这个比较奇怪，啊，哦，像人家那个难陀就讲，哎，那不用，第七、第八就各自转，那为什么，第七需要有第八世没问题，那为什么第八也要有第七世，需要第七世当具有所依，哦。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难懂的地方，啊，他第一个理由，如果没有第八，那第八没有把第七当成是必要条件，当中所依，一定不会转。彼是若无，那个彼就是那个第七世，哦，你看他隔壁两行就写到：第七若无，八不转故，何以知然？怎么知道的？引证论说，哪个论？一切是地论，啊，下面就写到下引证言63说恒与莫那依据转故，一切是地论，藏是恒与莫那据实转故。那既然据实转，没有第七也就没有第八。哦，又说藏是恒依染污，那染污就不就是莫那识。哦，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去查63卷。哎，没有呢。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参考资料都告诉我们，请看51卷。哦，本来开始，本来查到的是这样哦。哦，你看哦，云何建立阿赖耶识与转世等俱转转向，不是很明显吗？一切是用这一段不就写了，阿赖耶识或于一时，唯以一种转世俱转，所谓莫那，写这么明白。只有跟一种转世俱转。就是莫那，何以故？由此莫那，我见慢等恒共相应思量形象。若有心位，若无心位，恒与阿赖耶识一时俱转，就是第七莫那识。而且第七莫那识是原阿赖耶识以为境界，指我起慢思量形象。这是51卷，很明确的，就是写到我以一种转世俱转。不管有心位无心位，第七世都跟阿赖耶识一时俱转，51卷呢，啊？你现在为什么窥基大师专门研究法相的，为什么会说叫我们看63卷呢？后来才
辗转查到，他说用这一段话，用这段话做代表，有心未终，心意意识于一切时具有而转。我实在很不服气，你这段话是可以证明呢，第六、第七、第八，大家呢具有而转。你能够证明，就是一定第八识一定要根据第六，根据第七识而转吗？我倒觉得五十一卷，哦，我倒觉得五十一卷，所以会不会是窥基大师记错卷数？也就是他要引用这个恒与莫那依据转故，会不会就是他记错卷数？我不敢说，但是呢，查出来就是五十一卷呢，哦，这么明显了哦，啊，哦，那么这个接下来啊，你看他说又说藏事恒依染污，即如无性第三见云，或有说言与四烦恼恒相应心，名染污依，同事情说。哦，不管是事亲的或者是无性的，是大声论事，啊，哦，那么。的确就有这段话，你看，如是结身相续实事，阿赖耶是刮胡写进去的了，也就是说他本来只是写结身相续实事，于一切处、一切种类、一切时分，皆依染污，集中有色，后心为依，此所依心身有为尽，于一切处、一切种类、一切时分是染污故。哦，所以恒依染污，那不就是第七识吗？所以的确呢，色大圣论释里面，不管是世亲的是无性的，都有这段话，只要是结身相续，哦，等于就是在我们凡夫六道轮回的情况之下啊，此所依心身有为尽，一切处、一切种类、一切时分是染污故，能依之事非是意识，由此越于意识法故，或有说言与四烦恼恒相应，叫做染污依，那不就是第七识吗？他说能依的，在讲这个能依的不是第六识，而是呢跟四烦恼恒相应的染污依。所以窥基大师也就是引用这一段，由此既言恒依染污，故知第八以七为一。到这里，所以唯一要打问号的就是那个六十三说，啊，要不要改成五十一？我也不敢随便乱改，啊，只是打个问号。好，暂停十分钟。好，九五五页这边，他引用瑜伽师立论讲的，就是呢。第八阿赖耶识恒与莫那识俱是转故，啊，那么刚刚说了，在五十一卷有很明确的文字，啊，那至于呢，这个又说藏事恒依染污这句话呢，就是呢，根据《色大声论释》里面的，啊，好，这就是他的依据，这两个论。接下来倒数第四行，前第三师，也就是净月论师，啊。他呢一刚开始呢是以七为八一，也就是说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净月论师的940页，这个地方写第八第七是聚恒聚转更互为一，师有何师啊，哦，然后呢，这个939这边，啊，这个第二行第七转世，决定唯有一个具有一为第八世，那么为第八世恒无转变智能力故无具有一。然后呢，净月论师呢，他前面的通通都同意，就是不同意的就是这个，哦，也就是呢939的最后两行，他说呢。第八识跟其他前七识一样都是四性，如果第七识可以有具有一，第八识为什么不能具有一？因为那个
九三九的这个第二行第四行那个是安慧论师的，哦，只有第八世呢不需要具有一，第七世呢还是要具有一。现在呢净月论师呢就是说，你第七世有具有一，第八世为什么不能具有一？更何况呢九四零他说呢，第七世第八世两个都是恒具转，更互为一，有什么过失？啊、哦，那甚至呢还下面呢就是九四零的倒数第四行，净月论师还提出一个观点，第八世的种子是跟现行是也一样可以互为具有一。哦，他的理由呢就在九四一这边啊，能熏一熟为生长柱，四种离彼不生长柱故。所以他有两个观点，第八世的具有一，第一个就是第七世，第二个第八世本身种子是跟现行是可以互一，他有这样两个观点。除此之外，其实九四二他还有讲到有色界里面要依着色根，这个比较容易被给否定了哈。总之呢，就是把净月论师那两个观点，第八世的具有一，第一个是第七世，第二个是种子是跟现行是可以互为具有一啊、哦。好，回到九五五。倒数第四行才会说呢，前第三师初以七为八一，第七是第为第八师的具有一，所立的量呢就是同样都是四性，所以有具有一、哦、可是呢我们的逗点呢标点符号呢是 comma 逗号或因一无间断事句点，然后呢四体无间断故要句点，害我在那边看半天，如第七啊。我后来呢看懂了之后告诉你们，量云是四性故有句有一，你可以当句加句点或者改成分号，等于力的量就到那里了。那个玉的话呢如第七，那个是后面如第七可以当成是前面那个力的量的玉啊、哦、同玉嘛齁、哦、那么或另外立一个量，一无间断事，四体无间断故，那个是因，你的中呢就是呢哎这个一无间断事，等于第八要有具有一的话也是一无间断事，因为四体无间断故，如同第七。总之这两个力的量都 OK， 不管你是力的是四性故有具有一，或者是呢要一无间断事，因呢是四体无间断故，用的同义都是第七。所以第八有具有一就如同净月师所立的 OK 的，就是第七世、哦、所以此等诸说第三及第四说有第八有一为第七者啊，第三师就是净月师嘛，那第四师就是护法嘛，都说呢第八世有一个具有一就是第七，这样子的立论点呢都是三位有第七世。一刚开始呢哪三位啊后来才知道他的三位是后面你看九五六这边讲的，九五六的第几行呢，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言三位者六十三卷说，于杰斯利论六十三卷说，这三个位次灭尽定无学位圣道现前，这个是在于杰斯利论六十三卷。其实我们这本书光是上册这边请你翻一零四四，一零四四最后的四行
此染污意无始相续，何谓永断或暂断也？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也就是呢，1045页这边写到的，1045页的第三行，即与对法第二等同。63中唯有两位，无学有学，无灭定者啊，非是相违。比说灭定二位中起，故意摄境等等等等的，哦，所以等于他这边在说明，如果你往下看1045，阿罗汉总显三圣无学果位，此位染意总集现行，具永断灭，说无有。学位1046，学位灭定出世道中，具暂弗灭，故说无有。所以就是这三个位置，灭尽定，还有出世道中是暂时弗灭，可是如果是无学阿罗汉是永灭。所以这三个位置说没有染污的莫那。回到956中间那个言三位者，63等说就是讲这三个：灭尽定、无学位阿罗汉、圣道现前。哦，可是呢，他说这三个位置说的是有覆的，等于是染的莫那，没有染莫那，不是说没有尽莫那。所以你看第四行956的第四行写到，而说三位无莫那者是一有护说，有护的莫那没有了，并不是说没有莫那的四体，也就是第六行言无莫那非谓无体，不占彼圣之事或无漏事，亦得有故。所以有尽莫那，不是完全没有莫那。所以回到955的倒数第二行，说第八世一定有一个具有一世，第七世都是这三个位次，还是有第七世。这个三位是指这三个阶段。啊，不是那三位论师，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因为你看下面就接着写，前第一师难言无者，还以为在讲的就是，这是前面四个论师的三位呢，不是不是哦，会让大家误会就在这里，哦，那他为什么突然又提到这个呢？那个下面有关系，所以先请看到我这边的参考讲义哈。就写得很清楚啊，三位有第七世，请你参考本书的啊1040到1046。那至于904页，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904页？你翻一下904页，第几行？第七行，30为是30颂第七行，这个904页第七行那个偈颂，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就这个。哦，这个就是那三个位置，暂时有的是有灭，有的是暂时啊，没有那个第七莫那。所以我这边参考讲义为什么会写904页，就是因为寄送30颂里面就有这两句，然后后面解释是在1044到1046这样子啊。哦，好，那请看参考讲义这边唯识开门问答啊，刚好呢就写的比较清楚，好多个问答这样问：有漏第七几位不起？答：有三位，为三圣无学阿罗汉，法空自身啊，就是出世道啊，即灭尽定。问：何之而也？本颂云：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这两句啊，是以之而，就根据这两句啊。问：此三位中无第七者，有异说否？有，安护二说不同，安慧跟护法。安慧的说法染尽俱无，
而且说灭尽定的是灭六尽七，哦，那如果护法说呢，只有没有染污的第七，这时候灭尽定的是灭六尽七，还有清净的第七，哦，那个尽不是那个尽，是这个尽，哦，问那安慧凭什么说没有尽七？他说呢，七为人子，人我子，对法等说三位无故，显扬不说尽位有故，摄论不说为尽一故。所以根据这三个论，对法论、显扬论、摄大圣论，说呢没有第七世啊，显扬不说有尽位有故，摄论不说为尽一故，对法说呢三位无故，所以就没有第七。那护法又什么凭什么说有尽七呢？解脱经说有出世莫那，故之有尽。甚至护法就问难安慧，汝说三位无第七世，彼时第六因无所依，没有第七世的第六怎么依？这三个位次还没有完全成佛啊，哦，也还没有这个全部八识转成四智啊，啊，那这时候第六要依什么而起呢？那安慧反直问护法，对法何说三位无七呢？刚刚对法论啊，说三位没有七啊，护法就会通，说无七是无染七，无第七，非无尽七。那安慧呢就在问难说，那教明说无，人家圣教明说这没有，你为什么硬说是只是这个没有染七啊，不是没有尽七，何理敢为呢？他就以此类推，就是课本这边要用的，如说四位无阿赖耶，难道就是真的没有阿赖耶的体了吗？哦，你敢说没有阿赖耶是吗？所以以此类推，七也是这样啊。所以四位无阿赖耶这边啊，你看九五六这边写了，如言四位无阿赖耶，非无第八啊。哦，所以这个开蒙问答啊，这样子对答，我觉得还比较容易了解，蛮有意思的。啊，哦，所以就是给大家这样做参考。啊，这样了解之后再回到九五五，啊，这样就好懂了。啊，这个三个位次都还有第七，那前第一师就是难陀论师，难言无者，与七为例，等于第八没有具有所依，跟第七没有具有所依，他们的理由都一样，横相续，故无有依，所以第八也无依。跟第七是横相续都无一，所以亦是此流。这股的矿博啊，哦，亦是此流。好，还好，书一言有解释。啊，前一师到亦是此流者，亦是此有具有一之流。啊，怎么知道？因为第一难陀师云。七八二四既恒相续，自力胜故。既然两个都是恒相续，啊，哦，是因为你难陀自己以为这样的话，两个都可以不需要具有一。但是呢，只要有一个有具有一，另外一个也就可以有具有一，明知有互相依依。啊，哦，那么你也可以解释这句话：亦有此流者，同前三位有第七世的这一类。等于难陀论师也同意这三个位次都还有第七世，而且书一言说这样的解释比上面那个好，所以亦有此流是指大家都同意这三个位次是有第七世的这一流类。啊，那第二师这回答课本，第二师说唯独不许第八有一，即是三位无第七家，亦作此意，无相为故。啊，哦，
所以安慧呢只有第八，第七有具有一哦，第八不需要具有一哦。那么也就是呢啊，三位无七，就是这三个位次已经没有第七识了。所以严密呢帮我们解释九五六的第一行意作此意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安慧啊，第八识不需要具有一啊，意作此意显安慧的三位无七，所以他们是这一家的三位无七的，才会说第八不需要具有一。还在吵着，还是有人同意安慧的说法。都吵这个，还好我们不是钻研这个的，我们就相信护法的这一派就好了。依据是哈，哎，有时候就觉得这专门研究这个的，到底是生死重要，还是哪一个有医哪一个没医重要呢？不是我们这样吵，他是中医病入。对啊，是啊，是啊，我们不够学问，看不懂的啦。他们有学问的去吵去。过去是不是各位认识的那个弟？谁？可能过去是那个弟。哦，过去是那个论师的弟子。所以坚持下来这样，哦，一直吵下来这样，生生世世都在吵。那、啊、为什么不这个弥勒菩萨不出来调解一下呢？可能有人问过他不讲。哎呀，这个是弥勒菩萨要负责任。九五六的第二行，那么前第二师等问，也就是前第二师就是强调。第八既有一，为第七，何故说三位无第七？这样的话呢，就一意不定故。所以呢，明明就有这种讲法，三位无第七啊！啊，刚刚不是那个开门问答有提到这个了，哦，因此呢，护法论师呢就会通说，三位无莫那的确是有圣教论的说，有圣教的说法，但是呢，那个是讲有负。等于是染的第七去说的，就如同论里面也写到四位无阿赖耶，难道就真的阿赖耶就都没有了吗？啊，所以不是没有阿赖耶之体啊，哦，所以一样的啊，所以下面窥基大师呢就解释啊，论主大愿一有护说为三位五，从有护这边来讲，这三个位次没有有护的第七是。那随和圣藏有护性说这两句话比较难懂啊，那请看书一眼这边的解释啊，他说随和圣说染污亦无者，二圣断染我见，菩萨断我法二执，然法执妄二圣不染，因为他们没有法执可言，他们就觉得就是只有人我执啊，所以人我执这边断掉就断掉了，但是菩萨呢，断人我执还要断法我执，但是法我执对二圣人没有这东西啊，哦，所以也可以明镜，哦，所以菩萨能除，故云染污亦无，啊，哦，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三个位次呢是阿罗汉对不对？啊，你说没有第七。是没有染污的第七，那个人我执的第七，你还有法我执啊，哦，只有菩萨能够除掉这种法我执，所以说那个染污亦无，那个第七还在啊，哦，所以这个还不好懂，集成篇呢写得更白一点啊，此望三圣有别，有护无护的差别啊，哦，他就引经据典说《佛地经论》这样写，法执等所知藏体亦在无护无忌心中，二圣无学也现行，无学位中无有不善的有护无忌，但是呢无护无忌还有的，所以法执的这种所知藏
在无父无迹，在阿罗汉的心中还有，但是阿罗汉已经没有那个不善的有父无迹，所以对阿罗汉而言，这样叫做无父，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无学位中已经没有那个不善的有父无迹，他们就叫做无父。但是对菩萨而言，还是有染污，还是叫做有护，因为我还有所知障。所以光就所知障来说，对于阿罗汉的位置来说，无护，一名无护是对阿罗汉这边，二圣的阿罗汉来说吧，一名有护就是对菩萨，一体二名，所以有差别。《佛地经论》就有这样子的文字，所以会争论、会吵架，就是因为根据的不同的论师的论点，而这些论师呢，哎，都当时候还都还蛮有成就的，所以大家才会吵来吵去，麻烦哦。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第五行。九五六第五行，随何圣藏有护性说，也就是说小圣、大二圣还是菩萨圣啊？这个是对二圣来说，这个已经无护了；对菩萨圣来说，所知藏还是有护啊。所以无有护故言无莫那，对他们而言，无护就叫无莫那啊，并不是说真的。第七摩那没有了，啊，不障彼圣之事或无漏事，亦得有故，还是有的，啊，无漏事啊。那么如五十一言啊，五十一卷里面讲，是谓无阿赖耶，非无第八之体，此类依然，因然，啊，非无第七之体，既不间断，故得为一。这个就是那个五十一卷啊下面的那个讲的四位无阿赖耶，即五十一卷及显扬十七等四句中成就转世非阿赖耶这边啊，他竟然讲说如五十一言四位无阿赖耶，来哪四位？文字是怎样？你看瑜伽师利论五十一卷这边问：若成就阿赖耶是，亦成就转世也；设成就转世，亦成就阿赖耶是也。他说：“你要详细分别做四句，有成就阿赖耶识，但是呢，非转世。啊，也就是说，没有前期转世了，但是还有阿赖耶。这样比较白话了，那个成就不成就，我们底下的看拢无。啊，非转世的是无啊，没有前期转世了。啊，当然没有前期转世应该比较不好，没有前六世了。”因为他用的就是这个无心睡眠、无心梦觉、入无想定、入灭尽定、生无想天，哦，这个时候呢，转世没有了，阿赖耶识还有，这几个状况，一二三四五，再来，有转世，非阿赖耶，哦，那阿罗汉、独觉、不退菩萨、如来、有心位。等于你说他如来有心位，就是应化在世间，阿罗汉、辟支佛、不退菩萨应化在世间，他要有前六世的作用，跟众生在一起，所以特别强调这四个一二三四住有心位是这个，所以不是阿赖耶，不是那个有为的阿赖耶这边，但是呢有转世啊，或者是呢两个都有转世，有阿赖耶，一般的有情住有心位。为什么要强调有情住有心位？因为前面有一个无心位啊，这个也是有情啊，但是它无心位啊，哦，所以两个都有的就是呢一般的有情住有心位，那两都没有的呢啊，
就是前面这四个阿罗汉独觉不退不散如来入灭尽定处入无余涅槃，就是不讲无心位了，不能讲有心位无心位了，总之就是入灭尽定处入无余一涅槃，这个叫做四位无阿赖耶住有心位。所以你看课本的倒数，倒数二四六第六行，这四个声闻独觉不退不杀如来不入无心位的情况之下，说呢这个无阿赖耶，但不是没有阿赖耶是体，所以既然阿赖耶是可以是这样，所以这个三位无莫那当然也可以是没有染污的莫那，并不是没有莫那，所以往前推啊，此类因然非无第七之体，既不间断，故得为第八世的所依。好，那么倒数第五行问，那六七为一啊。六跟七互相做一嘛，所以非七转十六不转，以此类推，八七为一，七既转十是否八就也要跟着转，又八为七转，一转七也转，八转了七也应该要转，然后七为八一啊，一转七转八也可以转，是不是这样？何故？你可以加一个何故不能？有没有看懂他的问题？他的回答，倒数第三行就是他的回答。他没有写回答，但是我们已经把它分开，算是呢，我们做分段的人懂这段话。所以实际上他这个问呢，你到最后呢，一转八一转，你应该加一句。何故不能？问号。他的回答说：“于此意中，因色功力，此中转者为转无漏。”啊，你看解读这边的白话，你就看懂他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于此意中，因色功力，按染污莫那有功力，能染第六意识。所以莫那转无漏时。第六意识呢也就转无了，第七染污就能够让第六也跟着染污，第七转成无漏它也就能够转那个第六变成无漏，但是呢问话的人说好啊，那七跟八互为一啊，那我可不可以第七转的时候我第八也跟着转呢？他就问说染污莫那无有功力时，第八亦染，所以莫那转无漏的时候，第八不必也同时转为无漏。所以问话的人是说，那可不可以七转八就跟着转，或者八转七就跟着转？所以这边理论生帮忙解释，第八本是为根本。所以第八本是转为无漏，第七的确可以转为无漏，第八已经转了嘛，所以第七的确可以转成无漏，但是呢不是第七莫那转无漏的时候就也可以同时让第八转成无漏，没有，它没有功力使第八本是转成无漏，所以他才回答才会用一句话根本的那一句因色功力，染污的第七没有功力能够让第八也跟着染，以此类推啊，第七转为无漏的时候也没有功力使第八也跟着转成无漏，讲白一点是这样，那问话的人你了解回答的意思，你就可以知道问话的人问的意思是什么了。
六跟七 互为所依的话，那七跟六，七转就是跟着六也转了，那可不可以以此类推？七跟八既然互为所依，是不是可以七转八就跟着转？不行嘛，所以我才会说你那个问话后面加一个何故不能，否则你看他是肯定啦、啊，他的问啊，到倒数第四行都写的一为八一转八一转，都用肯定句啊，哪有问话的意思呢？哦，好，那这边结束，再来五根，五色根是不是阿赖耶识的具有意啊？它很简单，有色界呢可以依五根啊，但是呢不定有，所以可是依啊，不是所依啊，不一定是要有五色根它才会有第八识啊。但是呢九五七这边啊，这个标点符号又标错位置啊，怎么说？你看我的讲义写得很清楚，个别依故因这五个字要放在一起，等于九五七的第一行你要这样改，又上引号个别依故因，下引号逗点，即色界第八亦依色根，色界下面那个逗号也不要，色界的第八亦依色根。因为问话的人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个别依故因，所以色界第八一一色根是偏依故，你何故不说色根呢？回答：缺一义物，缺一义故，所以五色根可以当成是这个第八识的这个条件，但不是必然要的条件。缺义，缺哪义？缺决定。好，请看苏一眼这边的解释，你看他们也是这样写啊，人家也写又个别依故因者，可见本来的句子是这个，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是第三师等于净月师引一切事立论里面呢，六是个别依故不能直受有色根生，可是第八片依有色根生，所以他才能够直受根生等，所以可见有色界亦依色根，你为什么不说色根是第八的所依呢？所以你看了解这段话的意思，就知道他断句真的断差很多。你看我们课本原来这个，你根本看不懂他什么意思啊？因即色界，什么叫做因即色界？看都没呢，所以个别依故因就是在讲这个啊。前面讲到的第六识有个别依，所以他不能够直摄有色根生，现在人家第八是片依，不是个别依哦，所以即色界第八亦依色根要连在一块哦，也就是说 那一句话主要要点出来，色界的第八也要依色根，所以你是片依啊，你为什么不说第八识的具有依有色根呢？啊，那么缺一义故啊，缺一义就是他没有写，然后其他的论注解里没有写，就是缺决定。什么是决定？不要忘记，同时决定，你看九四六，复习一下946页的246第六行，有法若依此身，无时不依此身，同时而转，是这个才叫做所依哦。所以有色根对于第八识的有没有？没有那么必要一定要同时转的，无色界的众生就不需要啊。所以你问的只是色界第八，有色界第八的确是这样，那无色界的众生呢？他没有第八识吗？
所以他缺一义，就是缺决定呢、啊，决定同时而转的、啊、这一义啊。所以，但是你把它解释可以，就说一 OK， 但是不能做所依啊。那么这样的讲法就不为，回到九五七第二行啊，但可为一而非所依，一不为论，就不为瑜伽师地论，不为色大圣论。好，到这里就是五色根，不是第八世的一定要有的所依。再来，四种不能现取自净，这个就是刚刚说了，种子是跟阿赖耶识的现行是一样的，种子不能现取自净，所以可以当一，但不是所依啊。因为第三师讲了，诸事种子应有所依啊，七八现行是具三义，如前理说。这个九四零，你看一下九四零，倒数第四行，我们刚刚就是看过这里了嘛。现行是以种为一，然后呢，因此呢，种之事呢也是要一现行事，这就是第三师的讲法。然后这个九五七回来，这九五七的第五行这边，七八现行是具三义，如前理说。如前理说在哪里？九四一啊，哪三义？就是九四一的那个倒数二四六七，倒数第七行，四种离彼不生不长不住，所以能熏的现行，能熏的前七世是现行，还有第八一熟世是现行。他的解释不是写吗？你看倒数第六行写现行有二，第八一熟世，还有能熏的前七世，持第八世的种子，持种第八世的种子，对这一个比二现行来讲，这两个现行，第八义熟世跟能熏的前七世，都是现这个比二现行，都是具有一佛，是不是？啊，他说是一，在净月论师的讲法是，不但能熏的是第八世现行的一种子啊，一熟是也是种子式的一，因为他下面就开始解释了，能熏的六七现行是心熏的生一，是本有种子的长一，然后一熟是是这两类种子的助一。所以最后倒数第三个才写，一熟是现行为助一，能熏的六七四的这些呢是生长一，生一长一。回去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哦。所以九五七回来这边第五行，窥基大师就是把净月师的这个九四零九四一的意思呢再重复讲一次，所以分段分的对，这边呢是重复净月论师的讲法，就先写在这里。下面结种子，可是如果护法的讲法，种子是啊不能现缘自亲现行所缘之境，所以立中言令心所令心心所取自所缘是所依义，所以种子就不是心心所，由缺一义，故有故可有一，但不是有所依。况无我，所以种子不能够亲自缘现行所缘的，所以现行对种子而言，现行是对种子是而言，它不符合第四个条件，令心心所取之所缘，这是所依的第四个条件。
所以你看他说种子是不能够现缘啊，现行所缘的，所以现行对种子没有能力，合乎第四个条件，缺一义啊。又解此文，现行不以种为一，缺有尽义，非现所一。哎，我会不会刚好讲道反？又开始在乱了哈。有尽是哪有尽？等于呢，还要再复习一下这个有尽。你回到九四六，有所任取的对尽啊，等于有能源有所缘啊，要有所缘尽，要有所任取的对尽，这个条件才够资格当人家的所依。哦，所以种子没有办法，为什么？九五七这边写到，种子不能缘尽，所以现行不能够把种子当成是所依，因为种子缺乏这个条件，有尽的条件。哦，所以又解此文这一行是讲。种子不够资格当现行的所依，前面那一那两行是讲现行不够资格当种子的所依。你干脆直接这样先写好，你回家好好研究啊。等于呢，这个九五七的四五六七第八行，四五六七八第八行又解此文。是指种子不能当现行的所依，因为它缺有尽，所以下面写非现行所依。前面那两行，在这一行的前面那两行讲的是这个现行不能够当种子的所依，因为缺第四义，让心心所取自所缘，因为种子本身不是心心所。哦，种子不是心心所，所以他所缺的就是第四义。那这个种子不能当现行的所依，是缺第二义有尽，这样子。哦。然后最后此中二解，那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了，免得大家已经快昏倒了。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生极乐国。